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八字速收结的一种打法。比如说我们在工地上使用工具的时候，工具从楼上掉到楼下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上这样一个八字速收结，这样套在上面，往上一提，工具就上来了啊。所以说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，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其他的东西啊。下面请看打结方法。大家看，打法非常的简单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八字结啊。首先我们将绳子的一头这样向下这样拧一个八字形，大家看，这样就是一个八字形了啊。然后将主绳折双穿过这个绳圈啊，这样收紧副绳，大家看，这样一个八字速收结就打好了，收拢迅速，不卡顿，非常的牢固。同时呢，我们这样解开也非常的方便啊，这样一拽就解开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呢记得关注一下，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啊。